好吗？那你就有点拉胯了呀！你在放你妈的狗屁，你的小姐，你这怎么 我只能这么都一套一套的，我只能跟你这么说吧，你是头发长见识短，小姐，今天你遇到老板，老板就要给你来个小刀辣屁股，给你开开眼，今天。不是，说话真的一套一套的。哎，突然间让我想起一个词，对，你就是那和尚的房子，妙啊！和尚的房子是什么意思，小姐？你在说什么鬼东西啊？你不知道吗？类似一个歇后语啊，和尚的房子，妙呀！妙啥呀？你是妙娃花吗？说你妙啊！哦，那行吧，小姐。然后呢？然后没然后了。你既然说你厉害的，咱俩比一比啊！比啥呀？比人头。比人头啊？但是我感觉我抢不到人头啊，抢不到头哎。你要不敢比，就直接说，别说这个吊老板胃口，没什么意义，小姐。啊，比人头你输了怎么办呢，小姐？敢比？你输？我输了，我输了，你说吧。我咋知道呢？我不知道你这个小姐玩不玩得起啊？如果玩不起，那就没啥意思。玩得起，只要不太过分，对不对？不要涉及那些方面，对不对？哦，玩得起啊？那我也不知道，你说吧，小姐，好吧。我说，那你要输了的话，哎。你不会开了脚本吧，小姐？玩兹拉斯，我老是看到这个英雄慌呀，我以为老是这个英雄开脚本。你不已经开了脚本吗？在跟我打游戏？不，开不开脚本，你看一看不就知道了。虽然说我玩的很像脚本，但是懂吧？绝对不扎那种东西。哦，那行吧。但是也有时候比较拉胯啊，你不要给我捧太高。继续。如果我输了，我给你哭行不行？你干啥？大晚上我听你哭干啥呀？我精神病啊！我输了陪你免费玩一年行不行？输了陪我免费玩一年，我靠！对，这好像有点诱人啊！你就看我 Q 他不 Q 他就完了。免费陪我一年，行不行？这能折现吗，小姐？怎么说？折？对，怎么你还想折现落点是吗？对，能不能折现？那我也没那老塞钱呀。这个有点诱人啊，小姐。这倒挺好，给你折三，折不了。你干啥呀，青钢影？你是不是犯病了？哎、啊，你还可以吧？一级单杀，小姐屌不屌？屌，屌啊！你等着，他也得起飞。等会儿。哎呀呀呀呀呀！不太对。他过来打我呢！哎呀，给我扎一下呀，青钢影！我靠，给你扎一下，还好问题不大。像你是干什么职业的，小姐？我现在是专门的专职比心陪玩。也专门干陪玩的是吧？之前我开过一个画室，但是不太行。你之前是开画室，你画画厉害啊？对，我是学画画的美术生。那你挺强的呀。他要死，他闪现了。嗯，那错了哥哥，那么喊哥的都不行吗？我是你哥。你那里也不太行啊，我这还有个闪呢。感谢亮坤送的一个枫叶摩天轮，谢谢亮坤。好好观看我吧，看我给你拿下这个。哎，等会儿，对不起。男枪可能去中路了，他死了。你拿的头啊？我没了，我拿了。他一点没帮上这个大爷。喊哥不太用啊，喊哥不顶用，感觉得喊儿子才行。咱俩现在平了呀。平了，那没办法，这男枪不当的，小姐，我日了狗了。那没办法，这个男枪确实有点不当人，给我也杀了。他给你也杀了，这男枪可能是带链黄铜的，我靠，这个人肯定是带链，小姐，我们小心一点。我扎，沉默，扎，我靠，这种脚法有点犀利。这个人的脚法有点犀利。打不过我呀，感觉你上路也很可以啊。
一会儿买个眼吧。哎，这个打野他又来，怎么办？凉拌加上个红烧炒鸡蛋，炸，炸死了！他在打咱们家的鸟。小垃圾，叫啥呢？我整不了他。你小心点，囊枪在咱们家上半野区。你要跟我比比头是吧？对啊，比头。比头是吧？行。你之前是干啥来着？画室。画室。老师。你是老师画的这个？哦，你是老师是吧？嗯。老师还会玩游戏啊？老师还有时间玩游戏啊？啊。一双绘画的手用来打游戏。你是啥老师啊？你是游戏老师是不是？油画，教油画的。教油画的，还有这样的老师啊？你是艺术老师是不是？对，你没有去过那种画室吗？我不太喜欢画画。这CS上就要去抓你了，你小心一下。你画油画呀？对，我画油画的，就是教成人那种零基础体验的成人油画。不知道，对，成人油画。我这还有成人油，还有成人油画这一说。小孩子比较少一些。哦，有啊，教大人的。你自己多大呀？对，我不是很大，但也不小。你多大呀？我24岁。24啊，那还好，小姐成熟了。那你呢？我比你大，我26，小姐，我比你大2岁。你应该喊什么？喊哥哥呀！我不上来就喊你哥哥吗？喊哥哥有点生疏了，要么喊爸爸吧。你这都是些什么词汇？怎么会有这种变态的要求呢？这什么？我好，你喊你爸爸是变态的要求，可以啊，小姐。我扎。那这个沉默。走呢？我扎。我扎起飞，你能扎死他吗？这个中路他怎么六级了？他怎么都六了？小姐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没了。我也六了呀，小姐你好菜啊！抓我了！你怎么死了？我刚才差点给他杀了，他死死了。男枪来我上了，小姐，他抓完你现在要。对对对，他沿着上路都去了，已经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在旁观看到他了，小姐。我不行，我要把这个塞拉斯杀了，他必死，他今天必死，我的杀心。他不见了。我现在已经明确的可以确定你没有开脚本，小姐。你看到了是吗？我有点慌，这打野，这打野应该在我上路，我现在慌的一。我就说他来了，看到他了吗？看到了。我起飞，我往这边赶一下。你能过来吗？没有大招，我在路上，但是稍微有点慢啊。哎呀，太难了呀！操了，太难了这个游戏。他，我感觉这个男枪一直在抓。能杀吧？哦好，能杀吧？杀不了，杀不了。我的技能 CD 有点长。我们家打野人呢？我们家猪妹呢？老猪去哪了？老猪这儿呢？被中单抓了，被中单。老猪控两个技能怎么说？哎，他要送别送点。哦好，老猪有点下饭呢。他送了个人头呀。南枪现在住上路了，咱们得稍微小心一点。他在要去红了，又去你上了。老猪好像不太会玩啊，小野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不用管这个老猪。我们这两个，我们俩可以 C 不？我们俩现在战绩是5-5。咋办呢？战绩一模一样。对，我们俩战绩一模一样。我操！可以可以。男枪可能在打石头人。这可能就是缘分吧，你小心一点。这个逼太膨胀，沉默接击飞，接扎，接扎。接扎，接扎，接起飞死，这都没死吗？我是你哥。那个他们，那追吧。哇好，这个男枪都没死啊！你不要太相信那个猪妹啊。没事没事。下去了。嗯。我没有什么蓝。这样子吧，咱俩就这样子，一会儿我差你一个人头。
就是你辣我一个人头，你给我加一单，我辣你一个人头，我给你补一单。你在放？继续陪你打。你在放屁呢？你在？我不干啊！为什么？你补我一单，我跟你打游戏是一种煎熬。怎么就煎熬了？我这么厉害。我有那钱，我点我有那钱点不一样的小不一样的小姐姐，她不香啊。不不不，不一样的小姐姐，她偷我大有什么用？她能放得准吗？哎哎哎！我被自己的大妖制裁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们这一把得站起来，小姐，我们两个必须要 C 一下。C 了，他再掉一点，我没什么蓝，男枪又在我这边。这个青钢影好舒服啊，这青钢影。这个装备不太管用，在哪里啊？感觉他要死，在我这边，看到吗？在蓝 buff 这边。我没看到。我差点蓝，差一个技能，这个中单就死了。那打呗，打呗。这人去了，打呗。你看老打你老跑干啥？啊、老跑老跑老跑！来来来，过来了，能来吗，小姐姐？我死了。哎呀，他是不是交闪了？这个人是不是又交闪了？糟了糟了！我还说你能放心大胆的杀了他吗？打野跟中单都在咱家蓝那边。没事没事，他已经打不过我了。你是不是不敢比啊？虽然说我现在一杠三略逊你那么一筹吧。我你这个不够诱人啊，你加单你诱人，对于我来说你那个要求不是特别诱人。要么这样吧。阿爸阿爸，我不听我不听。要么我的头比你多的话你就干啥呢？我就走吧。干啥？我也不知道干啥，我溜了。你看你都不知道，那我说你就寻摸寻摸呗，参考参考。不够诱人不行，不你这个不是很诱人，跟你比着没什么意义，好吧。那送你十单行吧，就我不要单呢，小姐。你不要单？我不要单。那你要我？我要你。我好，小姐你好撩啊，突然有点忍不住了，小姐好溜着啊。就都去了，都要去你上，你可自求多福好吧。来我上，我只能说这么多。他只要敢来，小姐我跟你这么说，我他只要敢来我就敢死给他看，小姐不用慌。我过不去啊，我提前跟你讲好，他在咱们家野区，我没有演。行，我现在能过去了，都演了可以再去。这个塞拉斯菜的抠脚，我跟你讲，我的 fuck you， 这有个小枪枪，这对面一个个有点厉害啊，感觉。还是等打。我吐了，我吐了，我吐了，我吐了。行，现在咱俩一模一样了，五五开。我们又是五五开了，小姐。又是五五开了，怎么办呢？你可能要，你现在可能要，你可能要又要多一开了，你不可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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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能要死了，小姐，必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必不可能。你这一波再不走，你人没了。不可能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哦，哟，来了。我死不了，我不可能死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呀，这些人、哎、小枪枪，小枪枪！现在这些人这么强吗？现在能勾不？我状态不是很好。哎呀，这个泰坦咋不勾呀？哎呦，这泰坦怎么过来不勾人是啥意思啊？他要会勾的话，下路就不会这个样子了。19-6，感觉有点小逆风。还好还好，我中路很可以。没事没事。我上路也是优势啊，你别看我死三次啊。你也别看我死三次，我也优势得很。你优个锤子，我觉得你真不是优势，小姐。我倒还好，打他倒也还好，还是能打过的。他单一v一跟我打，他打不过我的。很嚣张呀你，小老弟。不是，他们老有人抓我，你看看这都是什么人。这个青钢影现在很嚣张呀，现在。我没大，有大我就干他了，
等一个八秒。人不在了，先给你报一波灭子。你很嚣张呀你，你心里没数啊？还真以为打得过我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来不来中？来不来中？我来啥中啊？我哎呦，哎呦，这草里怎么有个塞拉斯呀？这草里啊，我靠！给你报 miss 了，报了很久 miss 了。你这报 miss 跟没报没啥区别啊？这塞拉斯都22层杀人数了。可以，对不起，但是我一次没有被他杀过，杀人数不是我给的，那谁养的？哎，话说你是护士的话，你们男护士都穿什么样衣服呀、啊？不会穿护士服啊？还穿啥呀、啊？你这问小裙子吗？啥小裙子？你在想屁吃呢，小姐？那穿什么呀？穿啥？穿护士服呀、啊？穿啥呀、啊？护士不穿护士服，穿什么？但是我见过的护士大多数都是女护士啊，我几乎没有见过男护士啊。嗯，咋了？你想表达？那是什么样子的护士服？我比较好奇，就是可能吧，我有朋友可能想看。想看啥？不是我看，不是想看护士服。能来吗？能来吗，小姐？能来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给你一个了。我觉得接下来我就没必要练英雄了。我接下来我要把 我要把这些人全部给他一个个安排，一定要到位。现在我觉得我太烦了，应该是最高的。他又要开大，用我的大招来大谁？你们很有，我还感觉有些水友应该这个感觉不像是这个分段的兄弟们。下把开始我要拿出我最强的英雄了，兄弟们。我可不可以看一看？不，呸，不对不对，我就可不可以给我朋友看一看？你要看啥呀？比较好奇，护士啊？你在想屁吃，小姐？我真没见过男孩子穿护士服。怎么了？因为我感觉没有女孩子可以抵挡住制服诱惑吧。好，你好恶心，小姐，还制服诱惑？这就恶心了吗？这你就像那个大马路上面那个电线杆，赶紧靠边站啊，小姐。还想看老板的制服诱惑？哎、你在想屁吃？开玩笑的啦！那你干护士的话，福利是不是特别好？是不是也很好找对象？你很烧，你怎么老是喊人呢？哎呀，老喊人！这塞拉斯到处跑。咱俩现在不是五五开了呀？不敢比了吧你？你啥？你一杠三跟我嘚瑟啥呢？我比你多一个头，小姐。你三杠六，你跟我搁这说啥呢？我比你，我们比的是人头，我比你多一个头啊，小姐。哦，一个头而已。一个头而已。我现在比你多一个头，小姐，你别看我死得多。主要我现在有点打不动他们。没事，我现在已经比你多一个头了。但是我感觉我伤害应该是最高。输出伤害，我好有点恶心，给我干吐了。对面，这对面真的给我打吐了，我是你哥。那比呗，谁不敢比啊？来，小姐比一下，来比人头数。哎嗯、你现在已经落我一个了，小姐啊。行，你输了的话，那个我输了，你说，我招。起飞，我扎，我一口给你来一口。哎，俩了。起飞，拿不到。闪现钩，漂亮。哎，可以。扎，又一个、哎。拿不到头啊。没事，还比吧？没事，能过来吗？我扎，能过来吧，小爷，来过来。能过来打他。你过来个鸡啊！你打半天，你也不在我这边呢。哦，你说那个是吗？我看到下路这个了，我在打下面这个。完。哎呀！我这算是金身等死吗？差一点。你不是你不是来了吗？你来半天，怎么还在小龙坑这个位置呢？你来半天了。他们一直在小龙发信号，你知道吗？人太多，我没看见，我以为你在小龙，我就冲着你。连我是谁你都不知道，我跟你讲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大虫子，我知道。
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小姨，你太搞人心态了。你说你来了来了，来半天你不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我早知道，我就溜了呀。你来半天不来，你看你拿了这么多人头，对吧？我都要输了，你还在乎这些做什么？那也是啊，反正我要赢了，小姨，你反正要接受我的惩罚。对呀，你还在乎这些做什么？我觉得你就是故意想接受我的惩罚。不，这局游戏还没有结束呢。现在，对，说是过早。然后这个塞拉斯，这塞拉斯很跳啊！这塞拉斯，我可没有送他，也没有养他。这塞拉斯为何如此膨胀？我好。现在四个小姨都可以开了。那你们那边护士小姐姐是不是都可好看了？护士小姐啊？嗯，我见过的护士小姐姐又温柔又可爱。可爱吗？那你想多了。反正我挨针，我打针的时候，哎，你下次来医院，我给你打个针呗。可爱，给你来个贴身辅导。我前阵子刚打完针，我再也不想打针了。哎呀，我操，我都下口了这个。哎，我有对面的峡谷先锋，我可以增加一层我的被动吗？下了塔。峡谷我不知道，你要峡谷加不加被动我不知道啊，还真没试过。哈哈，我家猫没办法，对面是代练，我们家打野其实也没办法，我们家打野其实玩的可以的，没办法。这个塞拉斯是有多记仇呀？塞拉斯25层出了，小姐。嗯，我知道。你都1杠5了。他们家打野比较会。就你这样的还选中路啊？你下巴吧，中路赶紧给我让了啊！我靠，你菜的多久？让给你。但是我这一线真的。我以为你玩的厉害呢，没有想到你跟我一样啊！不是，没有想到你比我还下饭呢，你小姐。对不起。下饭啊，小姐下。哎，打野抓得太松了，我也没办法嘛，我也不想。打！起来！感情深，一口闷。Nice。我扎1000块。ADC 闪现走的，这个人头拿不着。这里有两个，我来了。我也在。追不上他，没事。那搞这个人搞不动他，我给他减速了。你想搞他吗？我想搞啊，我挺想搞他的。他也给我减速了。我们三路高地已经没了，小姐。我看到了，怎么办？咋办？凉拌？怎么办？那我这正想着呢，这怎么又5个人头了？我已经高你五个头了呀，小姐。刚开始不是2杠6吗？怎么想好怎么做惩罚了不，小姨？那你说嘛，什么惩罚？我愿赌服输。你愿赌服输？那我都不知道惩罚你啥。我愿赌服输。你不忍心是吗？不忍心，我太忍心了。是不是？我没有想到那种合适的惩罚。哦、啊。那你慢慢想好吧，你想，我听一听，你想这么半天都想出个什么？我刚才看到有条弹幕说，主播我在我饭店放你的直播，销售额翻倍。我不服输，我要。你3天之内饭店必倒闭啊！哎呀妈呀，妈呀！还翻倍呢你？嗯。他这个猪妹儿真的是头都不带回的呀！不行。塞拉斯输的很多了，21层了，不好打他了。我招，起飞，我沉默，我招，我招。你可以的，你要相信自己。对，一个，扎他。起飞。减速了。沉默。有吃吗？没有吃。Nice。我招。这个。我招。起飞。我招。这很好抓。我招。打得中吗？请问你打的？请问你打得动吗？你真打得动？我靠，金克斯在清线，没办法。你赶紧把中路让我！我靠！哎，你走呗，你在走什么？我杀掉他了，你看到了？没办法，尽力了，操！这什么东西啊？不好打。
哇好，我真的不菜，但是你不菜啊？你了吧？我你不菜？不菜，不菜，还好吧？我不听确实不菜啊，确实不菜啊。我不听，我不听。我比你多那个五个头，怎么说，小姐？五个头啊，比你多五个头。你进来吧。你说呗，你说呗。我选中路啊，你把位置稍微让一下，我选中路，小姐。让你拿去，我顺便给你选个中。如果我随到中的话，给你行吗？让你。你玩打野啊？不会吧？对对，我去扎克行吗？行，帮你一手好吧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啊，什么惩罚呢？啥惩罚？我想一下，兄弟们啥惩罚呀？大老爷们想个惩罚这么慢，真的是。惩罚你。哎呀，怎么卡壳？你什么你？快快想，让我听听你到底憋出来什么个？哎呀，啥惩罚呢？快想，那我不说吗？送你单，一个人都送一单，五个人都送五单，或者对吧？那就陪你打一年，是不是？这。我不要送单，要我要你单干什么？我不要单呢。不要阿爸阿爸。有人说我被打爆了。你不要单，你要啥？要你那个眼睛，你应该没长眼睛，你应该。我那个我一没打爆，你说我被打爆了，你真有意思啊，兄弟。上把青钢影第一，他不跟我打，这个男枪明显是个代练，你自己看嘛。你别看这个是白银局，但是这个对面不是白银啊。怎么想个惩罚要这么走吗？你自己看。10月23号，上一次游戏是10月23号。那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人怎么突然就感觉好像是吃了伟哥一样，突然就很坚挺。没事啊，那我先看一下你的照片吧，我看你长得好不好看，我具体再决定给你什么惩罚吧，好吧？这就要看我照片，哎呀，我怕我长得太漂亮，你该。对我动歪心思，你知道吧？你可拉倒吧，小姐，你长得再好看，有我护士小姐好看吗？啊！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哎，虽然说我在工作上面，我跟护士小姐都是姐妹，只是哦，不是，是兄弟啊、同事相称。姐妹不是，等会儿姐妹是个什么鬼？啊，同事，我们只是同事，啊、我们互相都看不上的，小姐。不是。我听到感谢亮哥送的一个花灯摩天轮，谢谢亮哥。男护士干走，跟女孩子一起时间长了就就会变的吗？这样吧，小姐，你先加一下我的 YY 好友，我先看看你照片，好吧？我再决定要不要继续看你的照片。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行，你先加一下我的 YY 好友，我先看看你行不行？行行行。操了！加你了，加你了。快点快点接受一下，这着急跟你 solo 呢，给你比人头。你没加我呀？你加我了吗？你是不是加错人了？我加你了，我加的就是你啊，是不是卡住了？ 你加我呀。我加你了。哦，看到了，等一下。就是你卡住了，你这个头像不会是你吧？是我呀，头像都是我。这头像就是你啊？对。哎呦。尊不尊？就问你尊不尊？你要玩什么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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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长得可以啊。哎，那必须的，这么回事吧？哎呦哎呦，这可以啊，小姐长得，这应该是你很久以前拍的照片吧？你咋知道？这都被你发现？因为我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，小姐。你这个有点非主流了。我照片怎么非主流吗？可以啊，小姐长得不错呀，小姐。等等等，别，我给你发两副非主流。那我压，那我高你五个头，那你我就想到了惩罚了。要么给我发五张比较凉快的照片吧，好吧。